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亚马逊科技大中华区的产品总监陈小健，非常欢迎大家来到Las Vegas 来参加 Reinvent 这样一个每年一年一度的这个行业的盛会。那么今天呢，我想通过我们这一个小时的介绍，也能够帮助大家去了解整个 Reinvent 的这个前因后果，也了解帮助说 AWS。亚马逊科技中国大中华区的这个团队，那么我们到底是做什么样的事情的？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给大家一些建议，包括在接下来这个今天、明天和后天这几天的这个行程中，有哪些重要的这个活动，我想大家是希望参加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简单开一个场，然后呢，我有两位同事，小野和素卓，他们会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介绍。首先这些我们看到的都是在大中华区。应用 AWS 服务的这样一些客户，也非常欢迎。其中有很多客户，我想，此时此刻就在 Vegas， 在我们的这个现场，非常欢迎你们能够来到 Reinvent 这样一个盛会。那么 Reinvent 是一个什么会议呢 ？Reinvent 我想大家可能会认为说，这是亚马逊举办的一个产品发布的一个会议，没有错，这个确实我们在每年的这个 Reinvent 上面呢，我们都会发布很多亚马逊科技推出来的这个云的新产品，啊，大家可以在明天、后天。包括今天晚上开始，其实就有五场的这个 keynote 主题演讲里面呢，会有看到很多的有关于新产品的发布，但是我想说明的一点 ，Reinvent 不光只是一个新产品的发布会，它更多的是一个用户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年度的活动，我们在这儿的话呢，研判了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session， 可以帮助客户去了解不同的产品它的这个各种使用，也配合了不同的难度，同时呢，除了我们这个五个。主题演讲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比如说innovation session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 summit 等等啊，大家可以有非常多的这种 session 可以看到说亚马逊来自于不同团队的这些管理者，他们对于未来的云的这些产品的一些思考。那么首先我想先说明一下，介绍一下亚马逊云科技的大中华区的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是在2013年开始实现一个大中华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预览，在2016年呢和官方新网一起呢构建了第一个在北京的一个区域啊亚马逊的一个 region， 然后在2017年我们是和西云合作在宁夏成立了我们第二个中国区的这样一个区域，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叫 region 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大中华区是全球内除了美国之外唯一一个。我们又有三个区域的这么一个地区，因为我们现在有中国有这个北京，有宁夏，同时还有香港。香港是2019年的时候是成立的，所以呢，在整个这个区域规划中来说呢，其实我们的布局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完整的。另外，我们在台湾还有一个local zone， 一个局部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可用区，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继续拓展整个亚马逊在大中华区的整个基础架构的这个布局。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包括像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实验室，包括像物联网的这个实验室等等等等啊，就这些都是整个亚马逊云科技在中国为了服务好我们大中华区的客户所做的一些业务的布局。那这个是我们的愿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己本身作为一个云计算的一个开创者和引领者，能够帮助客户呢能够去进行一个业务的一个重塑啊。那我想今天在这个整个甚至是 AI 的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说新兴的这个技术啊，像生成式 AI 这样的技术，是能给这个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啊，你们的这个业务都能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性的变革。那么亚马逊云科技，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这个基础架构的布局，能够帮助各位用户能够去实现你们整个生产力和你们业务的一个结合。那么我们把这个亚马逊云科技它的整个为客户服务的这个定位呢。我们取名做一个5+1+1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什么是5+1+1呢？这五个这个竞争优势里面，是第一个，我们有着全球广泛和深入的云服务，因为我们是整个全球云计算的这个开创者和引领者啊。那么我们整个云产品的这条产品线来说呢，应该说跟我们的友商相比是非常非常的广泛和深入的。第二个，我们拥有覆盖全球的基础设施啊，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有超过30个区域和超过100多个可用区。啊，那这个整个庞大的基础架构的规模的话，在全球都是领先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覆盖全球的这个广域网啊，包括我们自己建设的这个光纤以及覆盖全球的这个广域网络。第三个，我们有引领行业的
安全合规的理念。同时呢，我们有超过200万个全球的客户。那么在这个上面，我们也积累了非常多的成功和丰富的这个客户的实践。那最后一个是我们通过跟我们的全球有多家的这个合作伙伴合作，我们具备了能够服务客户的各个场景、各个行业的这个解决方案。啊，这是我们称之为的5+1+1的这个五这个数字所表现的这个地方。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亚马逊全球业务体系的这个支撑啊，包括除了 AWS 之外，我们还有电商，还有其他的这个业务。最后一个就是亚马逊本身的这个独特的文化啊，基于创新的这个文化。那么这个是我认为是整个亚马逊，包括亚马逊云科技大中华区所给各位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好了，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 reinvent，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啊，一直到这个这周我们都会有多场的这个活动啊。我们会有哪些活动呢？其实我想最主要的，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可能也就是 keynote 主题演讲，对吧？我们在今天晚上啊，7点到9点，7点半到9点，我们会有一个，首先一个叫 Peter DeSantis， 是我们自己写的第二行，就是他是我们全球的研发的负责人啊，所有产品的这个团队都是他带领的。那么他会在今天晚上7点半到9点呢，会有一个第一个 keynote。这个 keynote 会包括他主要会去讲这个有关于我们在 infra 层面的这个产品的更新啊， infra 就包括说比如说像这个计算网络存储安全等等这样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是第一场的 keynote。 然后在明天上午8点半到10点半呢，有2个小时的 keynote 是由我们的 CEO Adam Slepsky。 那么他是应该说这是一场我想 五场 keynote 里面应该说最受关注的一个 keynote 了啊。他在明天早晨8点半到10点半在这个威尼斯人 Venetian 会有2个小时的 keynote。 那么当然他会主要会介绍我们在整次 reinvent 上面会发布的一些最重磅的产品啊。然后呢，在星期三早晨8点半到10点半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 Swami 的一个另外一个 keynote。 那么这个 keynote Swami 本人他是一个负责数据服务的这个产品的负责人啊。那么数据服务就包括说像数据库，包括像大数据分析，包括像人工智能啊等等这样的服务。那么在星期三早晨8点半到10点半呢，会有一个 Swami 所带来的一个有关于数据层面的这个产品的更新。然后在礼拜三下午3点到4点半会有 Ruba Bono， 他是一个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合作伙伴的负责人，他会做一个合作伙伴的这么一个 partner 的一个 keynote。 那么最后在礼拜四早晨呢，会有我们的 CTO 啊 Warner， 他会讲一些有关于在除了就是刚才说的 Swami 和 Adam 之外的其他方面的这些产品的一些发布。那去年他讲的是有关于比如说在 developer 就是开发者上面啊做的一些产品的更新，相信今年呢也会带来更多的啊就是有关于新产品的更新。好了，那这个是 keynote。 然后什么是除了 keynote 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场，如果大家看这个会议的日程的话，可以看到说还有非常多的叫 innovation talks。那么这里呢，就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五位这个整个管理层的这个高管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团队的啊亚马逊的这些高管呢，会就一些具体的一些话题会进行一些演讲。那这里我们只举了几个例子，因为这个session非常多，但里面可以看到说，比如说像这个第一个 Dave Brown， 他是整个 infra 的这个 service 的 VP。那么所有类似于像包括像 Graviton， 像我们说的这个 Inferentia Training， 我们的亚马逊的自研芯片，我们的 ET2 的各种产品，我们的存储等等，都在他的团队里面。那么他的整个演讲相比前面说的 Peter DeSantis 来说呢，他可能会讲更多更具体更细节的一些内容，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么另外一个呢， Steve Schmidt 是我们的 CISO啊，就是我们的首席安全官。那么在这个层面他也会去讲一下亚马逊在整个安全合规方面的一些理念，我相信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所以这里只是举一些非常简单的，我就几个例子而已，我相信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好好看一看，看看后面大家有什么其他哪些具体的一些话题是值得参加的，我觉得这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好，那接下来我把我的这个话筒交给小野，他会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有关于产品方面的一些内容。好，谢谢大家。好，大家好，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之前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背景。其实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相信未来的
2到3天内大家会听到非常多的新产品的发布。而 AWS 我们有200多项产品，相信这个名字不是对所有人，虽然在座的都是我们的广泛的客户哈，但其实每个产品的名字背后代表产品的意义，可能大家有一些背景会更好理解新发布代表什么，它是哪一方面我们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然后可能更主要的其实确实是我们的时间安排问题哈，本来希望说给大家做一个发布后的讲解，但是因为我们安排在了发布之前，那也是希望说，那既然我们不能去跟大家沟通未来会有什么发布，当然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哈。希望说通过我们的一些讲解，让大家多了解说这一次怎么样能更好的去听 session， 然后听到的那个内容去关联起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知识，看看能够为业务有什么帮助。我的这部分呢会是相对是关于产品的，然后我们 Marco 苏卓会去跟大家讲我们哪些跟行业紧密相关的一些内容值得关注，大家可以再去看。那我这一部分呢，因为内容非常非常的多，我会去以生成式 AI， 相信现在是最火的一个话题，作为主要的一个故事线。它仅仅是帮我们去串联起这个思路，去让大家关注一下哪些内容或者哪些发布可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那首先来讲，对于生成式 AI 来说，刚才那一页有提到数据、算力、算法是三个最核心的一个维度。那当然在这个背后，生成式 AI 我们也发现它前所未有的会产生一些内容，所以我们认为负责任的构建生成式 AI 是对于企业来说它是一个底线。那作为亚马逊云科技 AWS， 我们自己就首先在构建我们自己的服务以及我们的大模型的时候，我们会秉承这些原则。那首先比方说这个内容是否足够准确，它能否针对于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种族公平地提供AI 的能力，那同时它又没有对知识版权有侵权，它的使用是否恰当啊？比方说在里面是否带有一些违反人类常规的这样的一些偏见啊？很多东西是很难去量化的。我们相信说企业需要在这个里面包括对于数据隐私的保护有相应的投入，我们自己会去坚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也会去持续提供工具为大家去完成这样的一些任务。今天在 SageMaker 里我们已经有一些功能，像我们的 Clarify， 像我们的 Model Card 已经去再提供这样的一些工具，那相信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在 AI 领域投入，去给大家对于如何负责任的构建 AI 提供比较好的一个帮助。那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既然把企业这个词提出来了，那我们会总结几个对于企业来说应用生成式 AI 最核心的几个大家需要思考的维度。那首先第一，我们认为成本对于企业应用生成式 AI 来讲是需要过的第一道坎，不解决成本问题，我们没法把它真正应用到我们的环境里。对于我们 to consumer 的这些应用，我们达到亿日活、月活这样的应用来讲，如果不能够在大规模的范围下把生成式 AI 用起来，那这个能力只能是作为一个 demo。 那作为亚马逊云科技呢，at scale 就是大规模的这种运行应用一直是云计算我们最擅长的东西。相信通过这张图大家能够看到，从10年开始我们通过这个虚拟化技术 Zen， 对吧，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我们叫 reinvent 去创新，去重塑整个的计算，在大规模的这个性能提升、分布式计算这样的一个提升。那我们会看到在2017年比较在行业云计算行业领先的创新的就是我们这个 Nitro System， 它本质上是把很多的纯软件的虚拟化的一些能力通过专用的芯片、安全芯片、网络芯片，把我们的虚拟化的一些对于操作系统层的一些对于 CPU 要消耗的很重的一些负载，把它转移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硬件，基于硬件的这样的虚拟化能力上面，大幅提升了我们在云端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能力。那这个里面我们再到今天发展到2022年，我们从 EC2 就是刚才讲 David Brown 他的整个的那个团队一直在不断的去提供不同的机型来去服务我们客户，今天已经超过600多种的这个机型。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们认为生成式 AI 能够以低成本去运行，很重要的一个维度是我们要提升我们计算的这个效率。那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芯片。这里面总结了说我们在自研芯片的旅程上，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超过10年的历史，从最开始做硬件去做这个我们虚拟化能力的 Nitro 这个芯片开始的话，再到 Graviton 是我们推出的基于 ARM 的这样的一个计算芯片，我们到今天证明很多通用的负载基于 ARM 架构的这 Graviton 能够提供
40%-50%啊，当然针对不同的客户负载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也能看到 Graviton 其实现在今天已经走到了第三代，然后是我们去年其实并没有针对 Graviton 继续发出第四代的芯片，但是我们对于相应的机型做了相应的一些发布，针对于 HPC 场景，针对于其他场景。这里稍微多解释一下，亚马逊云科技为什么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我们都讲造芯片很难，做出来这些芯片，是因为我们有广泛的客户的用力，我们知道客户在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这些计算资源，所以我们在芯片研发的过程里面去大量的参考了客户负载的一些这些指标，然后什么时候我需要的是这个计算能力，什么时候需要的是我们内存与计算之间的这个通道的性能，然后根据相应的客户的负载去调整我们整个的机型的设计，这是我们核心的设计理念。所以基于此，在近两年啊，就从大家看到从2019年开始，近几年随着 AI 与人工智能的新兴起，我们也是开始投入到了做机器学习的专用芯片。那这里的 inference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陌生，但是它指的是我们做推理专用的这个芯片，然后 trainium 是用来做我们机器学习的训练这样的一个芯片。那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也是已经走到了，其实芯片这个我们可以从它的代数来去看我们对于一项技术的成熟程度。那在推理这个方向上，我们 inference 已经走到了第二代。二代和一代区别就是，一代看时间大家也知道，一代并没有针对于大模型啊，大这种模型 size 比较大，然后对于性能要求相应每一个推理的这个性能要求那么高的这个场景去进行优化。那 inference 2二代的时候已经是针对于大模型进行了相应的优化，这是我们在成本帮助企业用起来生成式 AI 我们相信很重要的一环。那第二个，我们认为企业在应用生成式 AI 的时候最核心的一个壁垒应该在哪儿？未来如果说模型大家都用业内最好的那几家的话，那其实你企业自有的数据，我们公司的数据才是企业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如果你只有模型能力没有自己的数据的话，你其实你做的生成式 AI 或者说成为你业务核心一个新的增长点的话，可能只能是还是蜃楼。所以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也给大家去回顾一下亚马逊云科技在端到端，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哈，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助企业构建端到端的数据战略，从如何管理数据，再到如何去进行有效的大规模的分布式的数据处理，更加高效的进行数据分析，然后更易于运维的把整个的数据分析报表制作端到端的去进行一个实现，这是我们一直在投入的事情。当然近几年我们也在致力去投入如何去更好的做好数据的编目以及治理啊。想跟大家回顾的就是说，其实亚马逊云科技已经在全球是领先的数据管理的，如果我们认为是个平台的话，端到端在提供数据的能力。那在我们整个的生成式 AI 的这个场景下呢，其实我们是有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是我们针对不同场景，如果说你是一个聊天对话，如果是你一个用户的这个对话信息的话，我们会建议你用 NoSQL 的数据库，如果是高性能大规模的这样的这个我们叫做 transactional 的这个数据库的话，我们建议你用 RDS 或者 Aurora。 那针对于我们最新的一些需求，针对于语义相似性，大家都在讲向量数据库的话，我们今天是在 OpenSearch、Aurora 以及 Postgres、RDS Postgres 里面通过服务提供了向量检索的引擎。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向量数据库呢？我们会认为企业本身自己已经有了很好的数据积累，我们应该在企业离数据最近的地方以及你的工程人员最适应的那种开发环境和语言下提供这样的向量数据检索的能力，语义检索的这个能力。相信在未来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基于 AI 能力转化成这种数字化的这种语义的相似性去进行相似性的检索，那我们也会未来提供越来越多的这种向量检索的这个能力。那另一个维度大家去看的话，这是我们今天亚马逊云科技上面 AWS 上所有的数据分析的这些服务，我们能注意到一个关键字在下面，现在全部都是 serverless 化，这也是一个大趋势。我们会认为通过 serverless 部署这些重型的数据分析的环境，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更加关注业务，更加关注怎么去处理数据，怎么去管理数据，怎么去把数据用起来，而不是
忙于去如何管理下面底层这个分布式的架构，如何去构建，然后我的节点之间通信如何去做。我们认为 Solace 对客户来说，用好大数据整个管理的这个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然后另外在数据能力上，我们同时还认为在去年Adam 的 Keynote 上，包括 Swami Keynote 上都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相信我们云计算以前如果做的工作是说我们用一个 heavy lifting 哈，就这个重复的繁重的这种劳动去形容的话，运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运维机器是一个 heavy lifting 的事儿。云计算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帮助很多的我们的运维研发工程师减轻了这种运维层面的 heavy lifting。 那回到数据层面，什么东西是 heavy lifting？ 我的数据诞生于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系统与不同的组件之间的这种数据的传输与转移，其实过去我们用一个专业一点词汇，我们叫 ETL 啊，展开讲就是 extract transform load， 解释的是说我们必须得把数据从一个系统里面抽出来转换再插入到另一个系统。我们认为这个在数据领域就是一个 heavy lifting。 那我们致力于去创造一个没有 ETL 或者说降低 ETL 比重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所以我们在产品理念里面会不断的打通数据引擎与数据引擎之间的这样的壁垒。那这里举一个例子， Aurora 是我们作为核心的这样的交易型 transactional database 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的旗舰产品。然后Redshift 是我们旗舰的这样的数据仓库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如果说我们做一个 Zero ETL 这样的一个集成的话，对于这两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我们通过 Aurora 与 Zero ETL 的这样的集成，今天这个功能已经在去年我们是这个 announce preview 哈，现在今天看的话已经 GA 了。它现在能够提供的能力是什么呢？你的数据只要是通过你的业务系统写到了 Aurora 里面，我们现在是已经可以在秒级别哈，可能十几秒这样的一个数据延迟的情况下，你只需要提前设置好，那这个数据其实是被同步实时的近实时的同步到了你的 Redshift 里。相对于过去我们程序员必须要去写程序啊，怎么去连接 RDS， 怎么去连接数据库抽取数据然后再转到这个 Redshift 里，这个核心我们希望的是打通引擎与引擎之间的这个连接。拿这个举一个例子，但是我们核心期望是说构建一个这个没有 ETL 的未来。那相信大家也可以期待在这次 reinvent 上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多与这个话题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发布，让你的数据更好的流转起来。再到data zone 也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是做什么的。我刚才讲说因为我们引擎层面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了，那我们近几年在工作的重点就是说如何帮助企业做好治理这件事情。那 data zone 提供的就是一个企业跨部门跨国家啊，相信在座的很多各位都是在运行着全球不同国家的这样的业务。 data zone 能够提供比方说两个国家之间啊，我们做这样数据的一个编目作为整体的 marketplace 的一个授权，然后以及数据管理隐私保护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它的目的不是说大家把数据全都放到一个大的数据库里，在今天这种强监管强数据合规的背景下，我们很难做这种全球的数据库了。那 data zone 能够提供这种跨部门跨地域，这样我们更好的去进行数据的编目与授权，然后来去治理好我们哪些数据可以去共享给别人，哪些数据可以访问得到。好，再回到我们生成式 AI 对于企业来讲，企业应该思考的事情，我们还会认为企业应用生成式 AI， 大家今天兴奋的只是说这项技术，但我们最核心的还是需要去把生成式 AI 用到我们的这个应用里。那这背后有一个最强健的基础是说模型啊，我们中国经常讲百模大战，是不是什么模型我都需要？那我们也会有一些理念哈，选择好的对的模型，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 AWS 上面，我们今天提供能够选择模型，在模型层面利用好这模型构建应用的话，核心旗舰产品有两个啊，其中左边的这个 Bedrock 是专门针对于生成式 AI， 针对于传统的程序员、传统的工程师，你不需要去学习机器学习相应的这个数据科学的相应的技能，怎么快速的找到好的模型把它用起来，我们希望通过 Bedrock 这种形式来提供。那对于传统已经有机器学习科学家、数据科学家投入的这些公司，我们希望是通过 SageMaker 这种方式让大家更好的去访问到这些模型，甚至微调再加上你自己数据去构建这个应用。那既然 Bedrock 是我们针对生成式 AI 专门推出的，可能就要跟大家多讲一些Bedrock 相关的一些这个
产品哈。首先，Bedrock 在它的这个，稍等哈，哦，又有自动播放。Bedrock 首先除了提供 API 式的访问模型这样的能力之外呢，我们会认为说在它的里面能够用大模型去执行任务这件事情是整个行业目前都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在 Bedrock 里推出了一个叫做 Agent 这样的一个功能。大概的原理是什么呢？当在 Bedrock 里面我们能够通过 API 访问到几家最优秀的这样的大模型的时候，比方说是这个Anthropic 的 Cloud 啊，或者是亚马逊自己推出的这个泰坦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有这样的能力。模型大模型首先它是有什么能力呢？第一个能力是我们都知道它能生成内容，但是大家可能也了解到说现在的这些大模型有很好的类似这样智能推理的这样的能力，所以它在完成任务的时候我可以跟它说我能不能去换一双鞋啊，然后因为这双鞋是在我的亚马逊电商上面，比方说我之前购买的是一双红色的鞋，我能否去把它进行一个换成蓝色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动作。大模型能在这里做什么呢？第一，它能分析说如果作为亚马逊电商的这个后台系统的话，帮助客户实现换鞋这个动作，你需要做几件事。第一，你可能要去检查一下它的当时购买的价格以及退换政策啊，是否符合这样的要求，以及这个用户是否提供的是真实信息，对吧？我首先做这样的任务的规划，然后第二件事是说我可以去到这个数据库里查询相应的这样的这个是否有需要退换的这些额度，然后再把真正的这个退货的这个事情做了。然后最后的这件事情，只要你的网站你的整个的程序业务系统是基于微服务的，你一定有 API 可以去调。那大模型其实也是可以调这个 API 把退货这件事情做的。那 Agent Bedrock 里的 Agent 就是干这件事情，它提供很好的通过模型能力去分解你的任务，然后同时通过 API 调用把退货这件事来做。那在这里可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亚马逊云科技上去部署 API， 我们其实绝大多数的客户都是通过 Lambda， 或者说 Lambda 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种更轻量的一个方式去运行。当然 API 我们可以用一台虚拟机去部署，但是你的资源可能相对会有一些浪费。那 Lambda 是我们在14年推出的这种 Function as a Service 啊，函数就是你最小的计算资源单元来推出的这样的一个 Serverless 的计算的服务。那结合刚才 Bedrock Agent 那个能力，我的退鞋的任务啊，比方说去退款，然后并且调度我的这个物流，每一个其实都可能是一个 Lambda 的一个 function， 然后它去可以帮我们去完成这样的事情。那在生成式 AI 里面，以 Agent 的这样背景下的话，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智能的模型可以去做规划执行任务触发这个动作，并且构建了一组相应的 Lambda 这些微服务可以去帮我们完成最终的任务的话，结合起来相信我们能在企业内部构建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那这个是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的 reinvent 发布，其实除了一些应用层的东西，我们会发布很多硬核底层的一些改进。那既然作为 Lambda 这种函数的话，我们会认为它的冷启动，就是我第一次调度这个计算资源的时候，我们知道 Lambda 底层它也要去调动这个计算资源，其实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时长的冷启动的问题。我们去年像 Peter Sinis 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冷启动性能优化这样的一个发布啊。今天可能我的部分没有时间去展开讲这些硬核都大家可以关注哪些方面，但是其实相信这两天一定会有针对于计算性能、网络性能啊，或者网络边界相应的很多的这种硬核云计算我们一直很擅长的东西的一个发布，大家也可以期待。好，然后最后的一个可能会大家需要关注的发布的方向呢，其实就是生成式 AI。 我们认为你服务业务才是最终的目的啊，就是技术手段是技术手段，但我们服务业务真正用到场景下才是最终目的。那其实这里面如果说总结底层，我们是要去帮助生成式 AI 加速啊，就怎么快。中间是说提供平台让你构建应用的时候更加容易，那其实我们也会推出一些直接面向业务场景的利用生成式 AI 的工具。那 Code Whisperer 是我们之前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应该是 GA 去年十一月份就已经提出预览的这样的代码写作助手，它就是里面内嵌了这样的大模型能力。当你去敲击一行注释的时候，它会帮你去生成对应的这个代码。这种写作的代码的助理
是我们已经在投入的一个方向。另外像 BI 啊，我们这里面不展开讲了，就在第四个最上面那一排的第四个 QuickSight 是亚马逊云科技其实推出很多年的 BI 用来生成报表的这样的服务。我们也是把用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生成报表、生成可视化的这种方式、这种能力带到了上面这一层啊。用这两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生成式 AI 我们需要关注的发布的方向，除了底层的加速、中间的工具自己构建的话，我们也会推出大家可能什么都不用干直接用就好了啊，针对这种场景的这样的一些应用的一些这个发布。然后最后再用两页片子跟大家去讲，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标题叫如何让大家这不虚此行哈，就是相信很多第一次来 reinvent 的同事客户不一定了解说我们都有哪些类型的 session。 除了就这些标题就代表了这个 session 的形式和内容，Breakout Session 就是比较类似现在的这场，大家是来听的。然后第二个呢，像我们的 Workshops 就是更多的是汉藏动手。然后如果大家再看 Code Talks 那些的话，其实它是跟我们现场的这些会有现场的 Demo 的演示，然后去直接现场去 Coding， 就告诉你看这个东西工程化怎么实现，然后背后可能会有哪些坑，可能现场就见证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然后 Chalk Talks 这种是其实会有专家在一起，它是一个互动式的这样的，我们可以进行展开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最后像 Builder Session 这种的话，也是三五个人会有 AWS 专家，如果大家有具体特别具体问题想要找人现场去聊搞明白这个事情的话，可以去搜像 Builder Session 这样的一些内容，去找到相应的专家去进行沟通。然后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这些 Expo， 大家能在 Expo 就是我们特别大的这种展区啊，里面除了AWS 自己产品的一些展区之外，更重要的大家可以关注的就是今天在市场上最领先的合作伙伴 partner 以及行业实践，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找到相应的身影。那我也就把我的这个部分交给我们 Marco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行业大家需要关注什么。好，谢谢小野。大家下午好。那个刚好我接着小野说的，我也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这是第一次真的 physical 来拉斯维加斯参加我们的 reinvent。 哦，那好，那我后面的 session 应该还好。对，谢谢大家，应该超过一半啊。其实整个 reinvent 除了刚才小野讲的，我们有非常精彩的，有就刚才 Eric 提到的 keynote，我们有很多的专家的，刚才讲到的不管是来自业务侧还是 builder 这一侧，我今天会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Expo 里头跟行业相关的一些内容，希望是做一个简单的导览。在这次来讲呢，就是如果大家之前啊有在这个比如像去年上海参加过我们的萨米，你就会发现它这个规模会大很多。那这次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们尤其是跟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全球的合作伙伴，甚至包括是来自我们的最终用户，一起构建了这样的一个展区啊。当然这个展区里头不仅仅有行业的 demo， 就是比如刚才讲到的 GAI 生成式 AI 的部分，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啊等等的部分，我们其实都有专业的一些展区都在那个威尼斯那边。那我们一共里头有15个行业，那这里头既可能包括了刚才讲到了这个我们可能知道汽车制造零售快销广告营销，可能还包括像航空航天卫星啊，就是跟国内之前大家相对少一些能源金融游戏医疗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在每个行业区域里头呢，就它就把它分成了十几个的区域，在每一个的子区域里头都会有一些针对行业专业领域里头的一些 demo 啊，给大家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参观，包括现场会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 AWS 自己的一些同事给大家去做一些相应的应答。那因为时间所限，我今天主要就是挑了汽车制造健康医疗三个领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它这个东西长成什么样子。第一个呢，我们先拿汽车来举一个例子。首先来讲呢，它在每一个行业里头，它其实呢都会，如果大家看到我的这个片子上面有个小字，就是软件定义汽车，其实每个行业它都会按照这个行业最常见的一些主题，然后它把去 demo 去做了这样的一些区分。所以呢，当大家你进到那个 demo 区的时候，我就说你可以看一下这是什么主题。如果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像软件定义这个里头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软件定义汽车，然后包括自动驾驶啊，这个大家可能大部分人都很可能很耳熟能详的。像软件定义汽车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大规模的协同开发的时候，对于汽车的车端的怎么利用云端的这样的一些工具，比如你的虚拟的工程工作台，大家怎么去做互相之间的权限管理、分工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包括说我们有哪些工具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marketplace 上去做这样的一些下载。那比如像自动驾驶的部分，就包括说最传统的这个仿真的编排，这个大家都如果做过这个领域就会知道，这中间你会需要模拟你的摄像头，模拟你的雷达，模拟你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路面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那这里头尤其是现在生成式 AI， 刚才讲到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场景，怎么用生成式 AI 来模拟一些路面上出掉的一些紧急场景，能够去更好的去完成自动驾驶的仿真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第二部分呢就是车联网。那车联网的部分呢，就既包括了车端，因为车联网的时候最大的部分呢就是数据的采集啊、编排啊，包括访问车辆的一些能力。那这个可能就是像大家都知道，现在车的时候就像一个超大的手机，那怎么把这些数据安全的采集上来，第一时间的采集上来，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些编排。那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这个互联的移动出行，就是对车联网和这个人机界面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新能源车越来越多，比如像包括在中国大陆也好，在美国也好，尤其是欧洲，现在关于这个新的这个电池的管理都提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案。那比如在电池里头的这个循环经济，你怎么了解你的电池从它制造出来一直到车端，最后一直到它整个 full life cycle， 怎么能去做这样的一些合规的管理，去降一方面当然是你要尽量的去降低它的成本啊，提高它的安全性，同时呢能够符合这个当地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那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怎么做到数字孪生，来模拟这样一个刚才我讲的整个 life cycle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利用云端的一些资源，因为整个电池的生命周期会非常的长。那包括是说结合我们整个 IoT 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现在很多地方的新能源车必不可少的就是你怎么去管理，你怎么去运维你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充电桩。那我们国内的很多新能源车出海的时候，这也是你能够去面临的一个问题，而 AWS 本身在这边有一些丰富的服务，能够去大幅度的去降低你在这边的一些运维的成本和风险。那当然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车造出来了，就我们刚才讲到有自动驾驶，有车联网，有这个新能源车，从电池到充电桩，最后就是你怎么 engage 你的客户，能够做让提升客户整个销售过程中的一个数字化营销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我很快的先拿汽车呢去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家看到就是围绕着从这个传统的车辆的这个一直到新能源车，包括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来去做了这样的整个的一个 demo 的设计。那第二呢，我再拿制造行业的去举一个这样的例子。那制造行业里头呢，其实是它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首先呢，我们会看到从制造，大家传统讲到制造盐产供销服，首先从智能制造和供应链。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生产侧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能够提高生产侧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包括视觉的检测，包括中间运到的材料的一个可溯源性。然后基于整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监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会布了一个线性的小的一个实体的一个生产线的 demo， 一个线性的轨道。那这里头呢，你会看到有10区摆放的机器人，包括整个视觉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能让大家会看到说怎么能够利用到云端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去提供你整个产线的一些效率和效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供应链，大家知道我们在前面这个 reinvent 上呢，可能发布了一些关于这个 SCM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的这样的一些部分，那怎么把它实际的运用到我们制造业当中？第二个区域呢，就是关于中间的产品工程和这个智能设备。那第一个部分来讲呢，就是我们大家会看到现在很多的时候做 integration 的这个 product design。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很多的时候涉及到这个协同协作，我们不管是从产品的外观设计到里头的工艺设计，到最后可能的流水线优化，这个时候首先你会涉及到有可能它不是一个团队啊，在很多情况下，尤其现在咱们讲到出海是个非常热的话题的时候，你的设计团队它可能是来自于既有在中国大陆的，如果你的市场比如到欧洲又到美国的时候，它可能来自不同的团队。首先他们怎么之间通过一个 VDI 的方式完成这样的一个协同协作，然后大家能够在整个 CED 在设计的时候呢，完成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根据你的 pipeline 完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呢，能够怎么在 HPC 去做这样的一些仿真，来
保证你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之前的底赞 original 底赞是比较符合的。那在这个能售的过程中间呢，而且它是一个全球的合作，可能还中间会涉及到你的 IP 的 protection 的一些问题，来大幅度降低你整个产品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智能设备的部分里头 integrate 我们的 monitoring 和我们的 IoT 的这样的一些服务。那基于整个的智能设备，大家知道中国本身也是一个智能设备的制造和销售的大国，那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在里头能让你的设备侧更加的智能，能够提高你整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竞争效力。第三个领域呢，就是更多的是在区域里头介绍一些AI，包括生成式 AI 整个在制造业里头的应用。即刚才前面讲到了，比如像利用 Mandarin 能够去做异常检测，然后能够这个 time series 的方法发现了这个，比如利用振动的一些数据能够去让你的知道整个监控整个生产线的一个这样的过程。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利用生成式 AI 结合到计算机视觉，就到工业视觉的这样的一些领域，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模型能够很快的去做一些扩张，而不是因为大家知道在产线上我们之前做工业视觉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给数据去做标注。第二呢，就是一些小样本数据的问题，那怎么能够去通过质量检测和计算机视觉实现整个质量监测的一个自动化。对，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可持续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尤其是你销往比如美国也好到欧洲也好啊，它对于整个背后来讲你自己的整个产线的全流程中间的一个碳排放，就不仅仅是云端的你用到的资源，尤其是你包括整个这产业链，有可能你的一级供应商甚至你的供应商的供应商，比如像现在我们的这个汽车如果你去卖到欧洲，它甚至现在要求你整个车里头是全供应链的就 carbon zero。 那这时候不仅仅想到你自己的制造，甚至你要管理到你自己的供应商，比如轮胎的、发动机的，甚至你的座椅的，那它的供应商，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怎么能够做到整个供应链中间的排放数据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溯源，这样的一个追踪，一个不被篡改，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会有一个完整的 demo 能让大家看到整个的一个过程。好，讲完了制造呢，第三个例子呢就是呢健康医疗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和生命科学。那在这个领域里头呢，其实整个 AWS 是花了很大的力量，就是如果大家听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 purpose build service， 就这个 service 做出来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不是那种完全所谓的通用性的这个服务，它而是更多的一个针对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比如像我们的 Health Lake 里头呢，上面构建一个针对特别大体量的人群的一个健康的平台，能够通过 AML 帮你去产生这样的一些insight。我们的 health image 的部分，就是针对医疗影像的这样的一些部分，怎么去采集海量的这样的医疗影像的数据，在云端能够去做分析分享，包括跟你自己的比如在科研做临床研究的时候能够去共享到 PB 级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影像的数据。那我们的 health script 的时候呢，能够帮大家看到怎么快速的去构建一个临床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程序，比如来翻译你自己的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对话，同时呢生成了初步的临床记录之后，你可以再给这个生成式 AI 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能够帮你做分类导航，一直到临床的文档，包括到中间的一些关键线索的发现。所以这两个 demo 也是连在一起的。好，那我介绍了这个，因为时间所限啊，我可能只介绍了三个行业。那其实讲到行业本身呢，因为大家都收到了我们的现场的这个观展指南，如果大家没收到，可以等会儿下来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应的这个 BD 的同事。我们被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观展指南，我这里头也只是举几个例子啊。除了我刚才已经介绍的汽车制造、医疗、生命科学，其实包括金融、游戏、零售等等等等的一些行业，我们除了刚才讲到的 ISPO 里头的 demo 之外，其实针对它就是刚才小野前面介绍，我们有针对行业自己的 breakout session， 就是像今天这样的一些形式，针对这个行业我们会有人在上面去讲这样的一些经验的一些分享。那我基本上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些搜索，就是前面呢它会有一个这个行业的industry 的一个编码，后面呢就会它有这个 breakout session 的一个 ID。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中间的这个 builder 的这样的一些 session， 那这个就比较深入的会告诉你说具体那个背后的东西是怎么去实现的。那会有一些 workshop， 那这个 workshop 很重要的一个点是，除了 AWS 人像今天的一个演讲之外，很重要的是说你有机会跟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同行在这个会上去做这样的一些沟通，他们今天是怎么做的。当然如果大家愿意跟他们去做一些你们的一些分享，那包括后面的还有这个 learning talk， 还有这个 chat talk， 就都是一些互动的模式，可以去跟这些行业的专家，包括可能业内的这样的一些同事去做一些非常非常深入的一些沟通。那这些所有的这些信息呢，应该在大家的参会指南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分享。好，那我的讲的内容就到这里，也想看看不光是针对我讲的内容，包括针对 Eric 针对小野讲的内容，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那边准备了一个话筒，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